挑战唱 rap， 深受年轻人喜欢的曲老师，常常在脸书上直播，对网友的各种问题更是有问必答。老师卸完后是有眉毛的吗？当然没有啊，就是这样。我卸完妆就这样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吼吼，嘿嘿 ，Merry Christmas， 吼吼吼。问题五花八门，每次曲家瑞开直播都吸引很多粉丝关注，留言数更是高达67000多则。生活上、学习上、念书上、家庭上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因为大家有时候也活得很不开心，所以就是透过直播的时候会问。像直播的时候，他们问什么，我就说曲答嘛，你问曲就一定会答，我一定会答，我不会思索，所以通常我会很快的答，很快就答出来。你是查甫还是查某？查某。你嫁过几个翁？哈哈哈哈哈！这讲不起来，嫁几个翁？有交过男朋友无？没有啊。网络红人林静常邀阿妈入境，阿妈自然淡定的回答，让网友觉得超好笑。影片po上网，短短两天就累积近150万的点阅率。你想爱林什么凉？啊，看人爱林凉。阿妈，我多阿叔，阿妈。这次不是用手机录影，我是用另外一个产品，就是连接蓝牙的镜头，让阿妈没有发现那是摄影机这样。然后我也是把他当作我朋友在访问，你是不是单身啊？有没有男朋友什么的？然后阿妈就是好像对于这些题目很傻眼。从小就是阿妈带大的林静，祖孙感情好，无厘头的快问快答展现最真实又温馨的一面。记者钱如恒、黄欣慧台北报道。